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我绝对不会让那个孩子想起来自己是阿丽亚的，绝对不会让他想起来，绝对不会让他苏醒的样子。查了一下，好像是杂物房的意思。嘿，お願いだよ、エイダ。拜托你了，艾达。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をした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あなただって。こんな世界幸せになったかしじゃないで、本当は分かっているでしょ。你也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变得幸福的，不是吗？你自己也知道的，不是吗？好像被那变态的解谜搞乱了剧情，我都乱了。分かっているよ，我知道的，我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变得幸福。間違っていると分かっていても、それでも僕は、我知道这是错的，我一直都知道，但是即使如此，我也爱着你，有病娇的啦。あの子の、你看那的，我也会站在那孩子那一边的。哇，思い出した，我想起来了。快要改名字的人拿出笔记来，我要取上雅二号，你很烦哎。所以之前那边一堆烧脑问题时，艾达才会说你说谎。啊，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艾达讲的，那个是那个人偶讲的。其实我隐隐约约就觉得他应该不是艾达，不是艾达，我隐隐约约就觉得他应该不是阿萨，但是你又不晓得到底是哪一边这样子。我们终于有例会了，我们玩了6个小时以上，终于出现例会，好感动啊，好可爱。思い出したわ。我想起来了。私は、アリア。我是アリア。嗯，我可以吐槽吗？右边你这位正太，你真是小马尾，真的很像女孩子。算了，这两对，你们一起共组一个。病娇的世界。君はアリアで、僕はアサだよ。你是阿丽亚，我是阿萨。安安刚刚打完撸回来，欢回，但感觉还没结束，还没离开这边。阿萨，辫子。哦，有 BGM 了。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アサ。对不起，对不起，アサ。私、ずっとあなたに迷惑をかけていた。我一直都这么困扰着你，一直给你添麻烦。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ていた。取り返し是那个吧？会不会是交换的意思？就是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还跟你交换之类的。蝴蝶结，辫子，不是恐怖游戏的耶，这是一个病娇游戏。それに気づかないくらい私。おかしくなっていたんだよ。あ、それに気づかない关系。他说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的我，就是变得果然是很奇怪的吧？我不晓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啊，他表情变了。阿丽亚，不要说自己很奇怪，温馨的感觉。从头到尾就看这两个人那边耍白痴。一度。記憶がなくなって、エイタとたくさんお話したお話ししたの。我要自己在脑中拼一下那个汉字。エイタとたくさん，他说他一度丧失了记忆，跟艾达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当然，身上还被吓很多次。对啊，我就是胆小啊，怎么样？等等，眼球会掉出来，不要啊！对啊，结果眼球掉出来，那家伙又是……
あの子もずっとずっと私を心配してくれていた。那孩子一直一直都很担心我的事情。でも、もうエタは、但是艾达他已经。アリア、君はこれからどうしたい？アリア，你今后想要做什么吗？私、ママもパパも嫌いだ。それは今も変わらないわ。我很讨厌爸爸跟妈妈，这一点从就算是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过。啊，一直都没注意到这点的我，果然很奇怪。我觉得应该大意上应该就差不多是那样的意思吧。だけど私今はどうしてあんなことしてしまったんだろうです。すごく後悔してるの。後悔？後悔好像哪听过，我突然想不起来。後悔？だけど私は、这句话我不太懂他的意思。没关系，吃咸酥鸡呀，今晚想吃咸酥鸡。眼球不见那个只是作者故意安排出来吓人来当分支点的吧，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我却很喜欢你，后悔吧。他笑了，間違えたたと気づいたの。間違え，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注意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昔エダが言ってたわ。啊，以前艾达说过的。どんなに自分が嫌いな人だったとしても、不论是多讨厌的人、その人がいなくなって悲しむ人が世界には。这句话我又不太懂他的意思，好像大意上感觉是什么，感觉上就是说什么就算是讨厌的人就死了不在了的话就也会觉得悲伤之类的吧，我也不太懂他的意思啊。算了，我去买晚餐，好，拜拜。哎，好，我玩好久了，我天哪，我玩多久了？快三个小时了。我要去吃饭，赶快把这边玩完。我觉得好久啊，这段剧情好久。私ずっと自分のことしか考えていなかった。我一直以来都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誰もが幸せな世界だって、だと決めつけて、自分だけが幸せな世界をつけてしまった。我一直都想要去没有任何人的幸福的世界，一直想要自分だけ，就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的一个幸福的世界，一直想要去啊，为某人消失而悲伤的人，世上一定存在的。好难哦，这句。会为某人消失而悲伤的人。朝、私、今度こそみんな。と幸せになりたい。阿萨，这从现在起，我想要让大家都变得幸福。ママにパパにも謝らなくちゃ。爸爸跟妈妈也是，就是必须跟他们道歉什么的吧。この世界の外に出るつもり？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到外面去吗？他说好久，真的。そう、对。外に出たとして、君はまた悲しかりしない？如果离开这里到外面去的话，你会不会又回到之前那样子很悲伤的时候呢？僕は君が心配で，我很担心你。悲しみもあって寂しさもあって辛さもある、そんな幸せを手に入れたい。就是悲伤也好，就是寂寞也好，可能就是
不论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他已经决定，就是不管发生，不管是怎么样的事情，他都要把握住那个幸福了吧。来换一下其他游戏的转换心情吧，我要吃饭啊！把这个玩完，我要吃饭。私がおかしいのだったら、おかしいのだと言って。我如果觉得我很奇怪的话，你就说我很奇怪吧。私あなたのことは信じているの？我很信任你之类的，我相信你哦。だからあなたとならきっと正しくいられる。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很奇怪的地方，你就跟我说我很奇怪吧，我相信你，就是我相信这样子就是我们一定可以走向正确的方向的，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吧。僕は君がおかしくなっていくのにずっと目をそらしていた。啊，他说我一直说你不奇怪的关系，一直就是一直蒙，可能我在猜应该是蒙蔽你的双眼之类的吧，我也不晓得。君が幸せと言うならそれでいいで、僕は君の味方でい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から。君が幸せ言うなら、既然你都说了要幸福的话，那我不做你的，那我也必须，我必须要就是成为你的伙伴之类的吧，就是不能够就此离去之类的，就是等于说就是，反正就是还是会跟，还是会挺他就对了。君がおかし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は、きっと僕のせいでもあるだ。你，おかしくなって。一直说你没有不正常，肯定这也是我的过错之一吧。字幕好像没几个汉字，它基本上没什么汉字啊，对啊，所以我都要看着那个 hiraka， 然后自己在想说应该是哪一个汉字这样子。我觉得我声音有点念到沙哑了，是不是？我去倒个水，等我一下。讲了三个小时，有点累。ごめんね、アリア。君だけじゃない。僕もきっとどこかおかしいだ。抱歉哦，アリア。肯定不止你，我应该也是某个地方也很奇怪才对。いつも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朝。一直以来都帮助我很多，谢谢你哦，阿萨。きっとみんなどこか少しおかしいだわ。肯定，一定大家都有一些地方很奇怪的吧。でもおかしいのだと気づけているのなら、きっと私たち正しくいられる。但是如果能够注意到我们奇怪，哪边奇怪的地方的话，那肯定我们可以，该怎么讲，矫正吗？肯定能够走往正确那条路。我要去吃东西了，肚子好饿。好，拜拜。もしあなたが自分で気づかないうちにおかしくなっていたら，如果你没有，你在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期间，就是变得很奇怪的话。その時は私が正してあげる。在那个时候，我会矫正你。我想不到什么词比较好，你知道吗？正してあげる。我真的觉得是矫正你。私あなたのお姉ちゃんだもの。啊，
因为我是你的姐姐啊。そうだね。对啊，没错。僕たちが望めば夢は覚める。覚めるはずだよ。那既然这是我们的希望的话，那这场梦就要苏醒喽。ここは私たちの夢だものだね。这里是我们的梦。帰ろよ、私たちの世界に。回去吧，回去我们的世界。太棒了，你们终于讲完了，好开心哦。那你？ダメだよ。不行，为什么不行？我要吃饭。不是啊，怎么问这是谁啊？哇哇哇哇哇哇！まだまだ遊ぶよ。还要继续玩下去哦。もっともっと遊ぶ。继续玩下去。ピエロ。小丑。或许可以理解成本来人都会有走偏的时候，那在你走偏的时候会把你拉回正轨的。你不觉得矫正是最贴切的吗？只是矫正念起来很奇怪而已。哈，不结婚哦。不行啊，他们是姐弟。ずっと幸せでいたいんでしょ？いたい。想要变得一直幸福的吧，就是你想要一直幸福下去的吧。ならずっとここで遊べましょう。那么就在这里一直玩下去吧。谁要跟你一直玩下去啊？我要去吃饭了啦。夢が夢終わらない。梦没有结束。帰る？ダメダメ。想回去？不行不行。さあ次はどの？好，那么下一个表演节目是什么呢？阿莉亚，あのピエロを追いかけよう。追いかけよう。你想干嘛？你要去扮出那个小丑吗？このままじゃ外に出られない。什么？他要我先跑吗？是不是？哇！哦，阿莉亚阿萨。哦，他是说，就是趁那个小丑不在，赶快出去吗？哦，让我存个档好吗？啊，你给我，你给我。そう、あの子だよ。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哪里可以回去啊？哎，那边有个宝箱，这啥玩意儿？切，打不开。有没有可以存？哦哦哦！啊，妈妈，是妈妈的画像。钢琴，走原路吗？我想要存档。名前とは決めてある。名前には名，反正我觉得他应该意思就是说名字很重要之类的吧。夏安安，我来了！嗨 ，Team 安安，已经，应该是完结了吧？我觉得，哦，我看到存档点了，我看到存档点了，快存一个！哎，现在是什么情况？哦，这里是哪里啊？哎，等一下，整个。哦，这一次，等一下它整个乱掉了，是不是？哦，从这里吗？哎，它整个道路都乱了。哎，这里是阿莉亚的房间，它整个位置都打乱了。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要观察？这空间混乱，走的路都不一样，对。可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哪里？我也不晓得，好诡异，真的。哦，是这里，存个档。是这里吗？哎、欸，哇，它整个错乱嘞！哇，哎、欸，这里是那个巨人叔叔的房间，他不在。对啊，好诡异哦！现在是。我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概念出口是哪里，你知道吗？乱了乱了，完蛋了！哇塞，多口！嗯，哎、欸，哦，是这里。我把阿里，我的阿里亚卡住了，阿里亚卡住了，算了，丢下阿里亚了，不管了，反正他等下就自己回来了。哇！乱了乱了，完蛋了！哇！愛だわ君の友達の中でも特にを気に入ったたよ。好像是愛だ是就在你的朋友之中也是特别特别中意的吗？だからなのかな。あの子だけはみんなと近いでこの世界で心を持ってた。哦，所以因为如此，那个孩子在跟其他孩子都不太一样。この世界で，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有他的心，就 Ada 是会动、会思考的人偶。这时要吃爆米花定金。他の子は君が望むこと。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でも得ただけはそれができた。啊，他说，其他的孩子就是其他那些人偶，就是除了你想要你的希望之外的行动，他们都不会做。但是只有 Ada 不一样 ，Ada 他会做，他会自己思考，他会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だから帰ろうってことを君に言うこともでもだったろ。帰ろうってことを君に言うこともってか聞いただろ。啊，所以他也跟你讲过说要你回去的事情吧。けれどあの子は君をとても大切に思っていたから、君を危険な目に合わせ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なかった。啊，因为对那孩子来说，你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最重要的，所以思いだから君を危険。他不会想让你遇到危险，就是他不会对你绝对不会做让你遇到危险的事情。君が日記に書いてつけてから、啊，你把日記鎖起来的关系、ここの世界はちょっとおかしくなってしまってね。这里的世界变得有点奇怪，所以他也能跟你说叫你回去。啊，そうか。感谢米丘。大家欢喜无？好累哦，好累哦。那时候我多得到了一个。